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，看你的相片，这一席生真的很漂亮。学生哪一个年轻不漂亮？你这个干活不？要打机场很热。
到车是不是？小编回来了，小编回来了，没有来，坐回一号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车还没有到。好的，好的。现在我们是几点？雅加达时间6:35。6:35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雅加达机场。哇，那我们这一团人呢？刚刚坐的是大飞机，所以不再是包机了。所以昨天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一幕呢，就是这一次坐飞机呢，等于是我以为在坐，是在你的包机的。昨天是最后一次的包机，那么今天就开始都是跟普通飞机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在等车啦。这是时任的车子，看一下号码。我们最关心号码。这是什么号？一号。下面呢？就是去吃饭咯。现在行程是什么？吃饭。吃饭。米娅吗？米娅。米娅辛苦了。天华别躲。好的，好的。去哪吃饭你知道吗？第一天的饭店。第一天的饭店吃饭，对，好的，是这样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上车到了就可以吃。好的，太好了，太有发展性了。来，再考这个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们现在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。哇，没有，我这次知道了。太强，连机场的名字都讲得出来，这太强了。你明天走吗？你明天走吗？没有啊，明天没有走啊。明天没有走吗？不会的。Tony, you will leave tomorrow. Leaving tomorrow. Go back to London. London. 啊，这次的 Tony 呢，他也是像是我们的队长一样。耶。Next year, Taiwan. OK. 这是 Tony， 还有清华。Hello. Hi. 还有我们的狮子之王。Cool. 还有我们的千华。还有我们的连身法师。这个躲起来。还有我们慧君上师，这什么牌？这个什么牌子？电扇。好热。雅加达太热了哈，阿底峡牌电扇，阿底峡牌真假的？你看中间是阿底峡牌的，有这电扇？有啊，哇塞，阿底峡独一无二，阿底峡牌的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！电扇上面还有阿底峡的这个，对，我们带着阿底峡电扇回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了，原来我们还有这个，谢谢，好，先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等车啊，等车时间就是。看看啊，这个机场景色。那我们因为也有行李要拿，所以在这边就跟大家先暂时说一声，说再见。看等一下还会不会有直播？